传统观念里，拥有手艺才能安身立命。黄土高原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农耕文明的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这里更能感受到手工技艺的温度。物质是有限的，手艺是自己的，除了世代相传的手艺，还有生存的信念，以及流淌在血脉里的勤劳和坚守。不论山田与水田，胡麻麦豆种年年。在晋西北黄土高原的管岑山下，有一个叫神池的小县城，当地盛产胡麻。神池胡麻历史久远，早在东汉时期，这里便开始种植胡麻。这里特色的美味也和胡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神池的胡麻成熟，它是当地食用油的制作原料。神池的胡麻油富含亚麻酸和不饱和脂肪，有利于健康，媲美昂贵的橄榄油，被称为高山上的深海鱼油。黄土高原的秋天，天高云淡，是最美的季节。连续的晴天是收割胡麻的最好时机。十一月，油坊开闸。今年54岁的张志贵是神池县清泉岭榨油厂厂长，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胡麻油压榨技艺传承人。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就是这个压榨油，第一道工序就是手指，所以这个手胡麻，这就是回来咱们经过筛选，拿筛子筛的把各家家全部架了，除去以后再进行这个上次炒锅，这个一炒炒碎以后，咱们这就是经过二次筛选，就是精选，精选完了以后，这就上这个磨，会这个把这个磨成嘎。把胡麻磨成干以后就发干了，发干的时间要必须的最少的达到这个12个小时。干发好以后，这就是经过这个蒸干，蒸干完了，这就是剥剁。这把蒸干蒸好以后，就是剥剁，剥剁，这就是放在这个大量底，这就开始挤压它。挤压的工序就是剥剁呀、夹虾呀。这些体料呀、放料呀，这些一般工序。厂里的榨油工来自附近的村庄，他们都是凉榨胡油这门古老手艺的行家，榨油手法娴熟，经验丰富。凉格暗藏玄机，磨碎的胡麻籽在当地称格，格用蒸汽熏蒸，水分和温度的控制全凭经验。现在咱们是这是这个晾干的，这个锅子是工序是叫晾干的，技术就在指定点，这个衣物的响度和油量的高低，就在指这，这就是主要的环节。一个蒸汽蒸的，首先是蒸的就算收的话，收了以后。料器这个温掌握这个温度，都只能掌握温度，温度高关键的，温度高了这个一类是出油的高，二类是增加这个响度。剁饼压的是否厚薄均匀，直接影响出油率。对于靠胡麻油生活的神池人来说，一切都是从榨取第一滴油开始的。凉榨胡油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工艺，在电力机械年代，血肉和草木之间的对决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重达200公斤的大梁，利用杠杆原理对包好的剁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迫使油脂渗出，反复压榨持续9个小时。在追求利益和效率的今天，
这也许是对祖先智慧最好的继承。张志贵的祖辈在清朝同治十年就开始在神池县清泉岭村开设油坊，到了他这一代已是传承到第四代。他自幼随长辈学习胡麻油的压榨技术，1985年创办了自己的清泉岭榨油厂。他的油厂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油梁压榨技艺。做爷爷那时候就开始这个传统的做这个开这个油坊，那时候的油坊就和咱们现在的操作啦是说的就根本不一样。早上做豆油时都是点上灯，罗马牛黑罗马拿那个油帽，不是说是现在是拿几件戴的这种。到了这个十几岁，我爷爷不干了，我父亲又接着干了，我都开上这个油坊到20年。又把这个传统的网油加气起来。张志贵的油厂在当地颇负盛名，产品远销大江南北，但他上大学的儿子对此并不热衷。对这个对这些这个榨油这些事，这中国的年轻人就不愿意做这个，因为这个太瘦，年纪以后不是个这个技艺往的传下去，就叫我他就是以后做不做。但是就在他的学会怎么做，就是他就是最主他就是念了大学的研发，就是做了美美的研发，反正是上来是就是他的学会这个做这个传统的这个聊杂有这个压杂技。对手艺执着的张志贵有着自己的坚持，在他的心里这不仅仅是一门生存的技艺。生活在继续，手艺也在延续。每当玉树挂桂、金凤流丹之时，在神池家家户户都会支起炉灶，拿出模具打月饼，这在当地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明清时期，这里的月饼就被列为皇家贡品，如今是中国最大的月饼生产基地，名副其实的中国月饼之乡。神池月饼的制作必须使用胡麻油，秘诀掌握在神池人手中。中式厨房不依赖天平，全凭师傅的手感和经验的控制。胡麻油在神池人手里完成了华丽的转身。神池月饼制作技艺早在清代已十分成熟。清朝末年直至民国，神池堡公家、义景堡吕家、八角堡武家、利民堡魏家，在当时是神池月饼行业的四大家族声名远扬。如今只有吕家的后人仍在坚持祖上传统月饼的制作技艺，继续沿用着祖辈自永和的招牌，已经是第十代了。是我们祖上的一位祖先叫吕永华，在他手上呢一直创办的这个过去就是榨油，榨这个胡麻油，做这个土豆粉，做这个三级的麻花，过去叫干货铺。就是我们这个饼呀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祖先的名字，慢慢的做的发展的，起的建立的这个商号。吕永华他把自己的名字的吕姓氏改为字，就是自己创了的，最后这个字号呢就叫永和，所以说就叫字永和。这个字永和这个商号呢，一直是延续至今，咱们县志上有记载的。第十代的传人叫吕孝忠，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吕孝忠的手中，祖上的小作坊不断壮大。1998年，吕孝忠在别人不解的眼光中，
辞去了令人羡慕的政府机关工作，选择了继承祖业，全心全意地做起了月饼。他的月饼加工厂由小作坊扩建成了设施齐全、有60名员工的食品厂，但他始终坚持着传统的月饼制作工艺。制皮过程中，油面的比例十分讲究，它的好坏直接关乎着出炉的月饼是否酥软。包馅儿讲究的是一个皮儿一把馅儿，在五指的收拢间，考验的是师傅们的手法和经验。将包好的馅儿放入带着各种寓意的月饼模具里，只需一颗、一打和一扣，压模成型的工序便完成了。这个模具是地地道道的我们自有和传承下来的，这是过去的手打月饼的模具，这个上面有我们的字号。这个过去是专门针对这个定弧曲形缝做那个套饼，一个比一个大，手工打上来以后，从这看一下，从这看一下，再这看一下就出来了，弯弯曲曲的手打饼。现在的顾客呢，还有针对这个手打饼，还有订购这个的。我们也根据这个市场里呢，还保留这个传统自传。吕孝忠说，正宗的神驰月饼，传统的制作工艺流程是一步也不能省略的。先将面粉与胡麻油和好的面饼放入传统的炉鏊烘烤，18分钟后从炉鏊中取出，并将其掰碎，筛成粉末，然后敷以白砂糖、花生碎、红糖、玫瑰、青红丝、芝麻等6种辅料，双手反复调拌，直至均匀，制作馅料的工序方才完成。神驰月饼制作最重要的用料是糊油、水和面粉。糊油用的就是神驰特产的高山胡麻，水则是600米以下的深层岩溶水。上炉前的月饼需刷上一层蜂蜜，再用南瓜藤给每块月饼加以点缀。在这一块块着色的月饼里，无不凝结着制作者的聪明与睿智。神驰月饼的烘焙需用当地的土制炉鏊，炉鏊的神奇之处在于掌握上火和下火的温度，这样既能使炉内的月饼受热均匀，又保证了烤出的月饼香酥绵甜。约一刻钟后，一炉香喷喷的神驰月饼便可出炉。神驰月饼以其皮儿馅酥香、口味浓郁、松软不腻、保质期长的特色，赢得了晋、陕、蒙一带民众的喜爱。旧时外出的民众常将它作为主要干粮，慢慢地促使神驰月饼从节令食品变为日常食品。它不仅记载了一段历史，更承载着一段浓浓的乡愁。为保护着传统的制作技艺，当地政府大力扶持传统月饼加工企业，并举办一年一度的月饼文化节。如今神驰境内有大小月饼加工厂100多家，从业人员近万人，年总产值上亿元，产品行销50余个国家和地区。神驰月饼这个传统产业今天已成为当地一项朝阳产业，吕孝忠和他的自永和食品厂便是其中的领头雁。2009年，神驰月饼的加工技艺进入山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个项目的传承人就是吕孝忠。
作为一个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代表性传承人呢，我也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手持月饼呢，下一步要培训几批人，还有针对这个手持月饼呢，出一些书籍。母亲是创作了一首歌，留住这份乡情。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手持月饼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上呢，要认认真真。为国家的非遗反我们要做下去，保护传承，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从手到口，从口到心，延续着对人生、对美食、对生活特有的感知方式。只要胡马飘香，只要点燃炉火，每个平凡的人都可以在某个瞬间参与和创造舌尖上的非凡史诗。